祝宋江的导师祝酒界师爷，我今天来传播正能量啊，要反对高价彩礼，要我破知道，除婚姻陋习。请问对面主播，你对反对高价彩礼和破除婚姻陋习有什么高见？有什么见解？有我什么觉好得点只要两个人相爱，不要彩礼。子？不要彩礼，那你，我只能说是少要一点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我的，说呀，你听我说，给女方买两套衣服，买一颗戒指，买一个项链，三金嘛，耳环、项链、戒指哈，订婚戒指嘛。然后呢，2万8000，2万8的彩礼够了，我觉得多多要些没有用。那如果男方家穷的话，你要来，你嫁给他还要去还债，我说的对不对？量力而行嘛，有就多给，没有就少给嘛。你要记好你说的话，将来你要这么办，我跟你少要。说呀，我现在我嫁给谁，我一分彩礼不要，只要对我好就行，只要我是喜吧？欢他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刘老大。有爱情不要彩礼，对，凤姐的话。他说，凤姐，就算你的身体不好，我也陪伴在你身边。凤姐，就算你长得再丑，我也不抛弃你。那么。他爱对情我的不要。这个承诺要一辈子都准数，那么一份彩礼都不要，我每天给他洗衣做饭，照顾他爸爸妈妈，我都愿意。